好，109田中 F， 那这是一个抛物线等腰梯形，那求这个焦距。我们先把图形先建构出来。像现在这里有一个这个抛物线，上底是 4， 下底为 6， 好，所以这边这个是 4， 这里是 6， 好，那这高的话是这个14。好，那今天想要求这个焦距，所以我们这里把它建一个这个坐标系。对，建坐标系的话呢，顶点放在这个00。接下来呢，这个我们可以把它设成 s 平方等于 4cy。好，那这个点，因为这是这里上底为 4， 所以这个设成 2，y 坐标不知道就 2h。下面这个点就是 3， 好，那这是往下，所以 h 减掉这个14。接下来把这两点代入，所以4等于 4c 的 h， 然后接着9等于 4c 的这个 h 减14。那关键在求 c， 所以我们把这两式相减，就会得到 5， 就会得到等于4乘上 c 乘上这个负14。好，所以这样子就可以解出来 c 等于负的56/5。好，但我们在焦距的时候呢，实际上是这边要取这个正的。好，所以答案就是56/5。好，所以这题的关键呢，就是在建这个坐标系，就可以解出来。